Smart， 今天将为各位介绍爱讯 IoT Gateway 结合微软云端 Azure 针对太阳能电厂所推出的示范性应用 X-View Solution for Solar Energy。 X-View 2.0 是一套升值于爱讯各标准品中的远端监控软体，它能配合不同领域的应用，提供软硬体资讯与微软云端 Azure 的整合物联网服务。如各位所见的太阳能系统模型，光线照射于太阳能板所产生能量进入 inverter， 当电能稳定后再输出至电网、储能设备或供电于其他装置。为监控系统状况，我们选用爱讯 ICO310 作为资料交换的匝道器 gateway， 并搭载 X-View 2.0 与爱讯专为 MoBus 通讯协定所研发的软体模组。在系统运作期间，经由 RS485 通讯界面获取电压、电流、日照强度、温度、湿度等各项数值，并及时传送至微软云端 Azure 储存。而远端使用者可借由各种上网装置连接上云端，观看太阳能电厂的各项即时数值与状况，作为管理系统的依据。谢谢。